今天是周五，看啊，看着没，大长腿。到这刚一进园就看着两个小白丝袜拍照呢。哎，过去看一看有没有漂亮妹儿，长得漂亮不？哇，我看着两个大灯哦，看着没，大灯，长得脸差点，那灯很大哦，灯很大。哎呀，看那俩妹好不好，长得，过去看看。哇哦，真的大啊！没看到，在哪儿？真的，你看我手机里。但是个头一般呢。啊，是奶真大，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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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好大。Hello, how are you？ 没听到，还是怎么的？嗯。走，撤。围绕着这里先走一圈，看一看，围绕着一圈。看有没有妹儿，这嘎达皮肤不行啊，看吧，在这看着就看着，嗯，我要白白粉粉又嫩嫩啊，走，这有两个长得不知道行不行，走了，天快黑了，然后。今天搭上了一对儿，懂中文的是吧？大学生，现在就撤喽，加联系方式了，成功了，就准备聊了，等待着结果吧，啊，走，来到 King Spa 了，看今天都谁在，啊，走出发，大家一定要记得这里 King Spa 啊，地址，这是地址。看了啊，这个地址，义俊离方老街很近，大家一定要来，11点上午营业到晚上10点，看看哦，今天冰冰在这里，哎呀 ，hello， 今天冰冰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短裙，哎呀，今天他旅游回来了 ，Hello， 你好，嗯，我是谁的？你好，玩的开心吗？搞不搞？有，嗯，有 ，Happy， 嗯，哎呀 ，Happy， 这次去花了多少钱？500万，2000，那剩下的2500万还给我吧。25000còn lại trả lại cho tôi đi。明天，今天没有带来对吗 ？Hôm nay không mang theo đúng không？ 去完3天就花了500万去富国岛，哎呀，他是应该是。坐车到尖江省，我在临顶浙江，对吗 ？No， 哪里？嗯。然后从尖江省坐船。sau đó đi thuyền từ nhà máy bột giấy nhòn。嗯。对吗？嗯。那你为什么说 no？No 的呀。的士。phan thi。cái này。的士是。phan thi。taxi thì cập。哪？我去坐集市。空调，坐应该坐的什么车？反正应该是热，胆勺浓。然后今天回来了，准备给他们开工资了。啊，今天给你们开工资。Hôm nay mở lương cho các bạn。给他们开工资。以后每天都看你这表情，不想要工资。nhìn biểu cảm của bạn không muốn tiền lương。下月一起开吧。tháng sau cùng nhau mở đi。OK 了。
OK 吗 ？No。看不到笑容呢 ？No。không nhìn thấy nụ cười。有人。以后要多笑。sau này hãy cười nhiều hơn。这样才可以更多的男朋友。như vậy mới có thể có thêm bạn trai。你看你不喜欢笑，男朋友那么少。người xem người không thích cười, bạn trai như vậy ít. OK OK， 现在我给他算工资。我。你还没有一个月呢，卯堂 OK， 还没有一个月呢啊，没钱，你有钱吗？没钱和我说，没钱可以先预支工资。有吗？要吗？你还没有到一个月呢。需要钱和我说，提前和我说。OK。OK。现在是我给他们都算好了。等一下啊，就拿的。哟。看看多少。看看多少，先报妞，然后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妞奴牛奴 ，Hello， 来来，妞妞妞妞，对吧？他去一次就花了500万，我真的想问问之前是怎么花的。然后他刚才说冰冰也去过，花了300万。嗯，我想采访一下怎么花的。啊，对，对，你坐船花了多少钱？bạn đã tốn bao nhiêu tiền để đi thuyền？ 100万。100万。嗯。归来，对吗？嗯，对。嗯，坐车多少钱？ngồi xe bao nhiêu tiền？ ngồi xe。巴士，巴士，往返多少钱？一百万。一百万。车和船一共往返100万，对吗？车和船一共往返100万，对吗？哦。你是和旅游团去的吗？公司主力的。啊。啊。không đi cùng đoàn du lịch à? khô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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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ba ngày hai đêm， 三天两夜。两天晚上住酒店多少钱？ hai đêm ở khách sạn bao nhiêu tiền？ cái mèo， có một triệu đi， 100万。你是说过？100万。啊？啊，两天100万，一天50万。衣服100万nữa。衣服，买衣服。啊。啊，衣服100万，车100万，睡100万。300万，吃50万，吃50，吃50万。ăn nửa chiều， 三天一共花了50万吃饭。ba ngày tiêu tổng cộng 500.000 đồng để ăn。啊？这是350万，潜水多少钱？bao nhiêu mà？ là bao nhiêu tiền？ 1.500.000。100万零500。这450万。嗯，懂了。嗯，然后差不多了。tiền thuê xe máy là 450.000。摩托车的租金是45万。哇，我没看。比他妈贵。摩托车租金45万，租了一台摩托车。我看看有没有video，我看看。你去玩的视频给我看一看。video bạn đi chơi cho tôi xem。我看一看电台。没，对
啊？助理，你电台我看看。nhưng mà tôi chưa chỉnh sửa lại nó. 但是我还没有编辑它。我看看，我看看，我看一看。thời gian tôi đi lặn rất nhiều nên không thể cầm máy quay được. 我花了很多时间潜水，所以我不能拿着相机。啊，那个可以呀、啊。我给他拿一个那个相机呀、啊，然后他到那里，哎呦，他给我反着晃上了，到那里不好使，那拇指相机可以防水的，我给拿去了，哎呦天哪，然后让他录下视频，他还不会用，我看看我看看，等，空勺，哎呀，还有我保密的，还有秘密，还有秘密我不可以看的。我看海漂不漂亮，我看一看那里的海漂不漂亮。啊，脸啊 ，OK， 好 ，very good， 哎，cũng có， 哦，哎 ，cũng có nữa đẹp lắm， 好帅。还有吗？还有吗 ？còn em cho coi cho， 嗯，哦，哇，你不怕死吗？哇，你不怕死吗？không sợ chết sao? Không có. Wow. À. Hào. Nè, xuất sắc quá. 下次你们带我去好不好？ Lần sau các bạn đưa tôi đi. OK. OK. 你们看这个车小，他都晒黑了。你为什么不抹防晒霜？有。那为什么还黑了？为什么它还更黑？我朋友买了一公斤防晒霜，但还是黑的。假了，买假了，买假了。防晒霜只能抵御紫外线。但皮肤还是黑的。啊啊啊！你看车小给我发的。帝王蟹。什么？说这个很好吃。我说你吃啊，买呀。他说舍不得钱。哎呦，我说没事，你吃。还舍不得钱吃，舍不得钱吃。一公斤110万一公斤，嗯，110万一公斤。哎呀，你们谁帮我洗个头？哇，我可以，就啥就啥可以，不不多，我也不懂呀。嗯，你谁帮我洗？这到底谁帮我洗？啊？什么？你们两个谁帮我洗头？Tôi sẽ đi ra đi ra từ tháng thằng ở đúng không tháng không rồi nhớ rồi không phải đi ra đi ra xe nhỏ xì xe nhỏ xì xe nhỏ x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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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à xì thắng là xì xì à à à tôi hợp đi OK 吧，走走，滴滴滴滴滴滴。哎呀，他俩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有点啊。OK。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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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热看看冰冰这几天练的怎么样？这样店里人少啊，没人呢。没有客人，不知道为什么。让冰冰给我洗个头，按摩就不按了，我怕这个按体感。现在冰冰正在调试水温。Theo qua đi làm kỹ thuật viên mẹ cho rồi đi, tới tháng không trả tiền cho.
比以前熟练了很多。来咱这儿一定要，刚才说到一半没说，就是来咱们这儿，第一次正规的按摩，绝对正规，不像别的地方，给你摸来摸去，给你摸起杆子之后，然后给你打飞机啥的，咱这儿不会的，正规的按摩，这是第一点，因为他们打飞机那都是很脏的，很埋汰的，然后大家一定要谨慎，有钱去哪玩一玩，去日本街啊或者什么。什么店儿玩一玩也不要去这个打飞机的地方，是吧？很脏的，而且还伤海绵体。啊，你打一次飞机，你最少你得吃过一盒路边膏才能修复你的海绵体。路边膏咱那个店儿上有啊，在那个小店里。第二点呢，咱们这衣服都是一次性的啊，不像别处都是循环穿的，咱这都是一次性的，啊，然后你们放心，绝对是干净。我们这个。环境上都是很舒适的，没有什么循环用的一些啊毛巾啊什么之类的啊。第二就是咱的不要小费，就不用给小费啊，就是有很多完事之后给你添个单子让你写小费，写多少多少，咱这不用，都是明码标价的啊。第四就是咱们这是在一郡方老街，很近，位置很近，咱价格是很优势的。洗头半小时20万，然后全身按摩、精油、足疗、按摩、头疼，那个洗头，所有的全下的全身的，是90分钟50万。在义军这块，我们的价格也是很低、很便宜了，而且大部分来的粉丝比较多，所以他们都知道粉丝来，或者我朋友啊有联系方式，他们不敢不给好话了。所以他们都会给好好按的，而且他们按摩也有提成的。第五就是属于，我们特色洗头就是洗耳的这块，都是我亲自教他们怎么梳、怎么弄。强项就是洗耳的，等一会儿会进入洗耳的环节，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耳朵会给你打上泡沫，然后咕隆咕隆咕隆的，然后用手指头在你耳朵眼儿上捅来捅去的。特别的舒服。第六就是属于很多按摩店都属于按摩，就是按完就走。我们这套就属于你按完之后了，如果没有客人在外面排队，我们这个客人很少，基本就没有排队的，你就可以在那睡一觉，你睡一天都行，你躺在床上，这里有这个吹着有空调，安静的，你们就可以在这睡上一觉。这个我都跟他们员工啊交代过了啊，这个你们放心。他别的地方都是按完就走的，在这录视频的录困难，然后来这里喝喝茶，这里聊聊天是咱们聚集地，然后还可以喝上咱们的国王酒，我觉得来越南国王酒是必喝、必打卡，必须享受的，必须的。真正国王在喝的，真正新闻部、外交部、内政部、旅游部、卫生部都在喝的，真正的牛，真正的狠，真正的棒，一百次都得喝，男女老少都得喝，可以每天喝，没有任何不能依赖性，如果有不能依赖性，不可能这么多功能。然后可以每国王酒可以每天喝，一次最低喝半瓶。想几次就几次，舒筋活血通络，全身调理，干几次第二天不会累的啊！现在洗耳朵的环节了，好多多多，很舒服。女人喝广酒更好啊，舒筋活血通络，全身调理，老二都能疏通到，所以想几次几次，想干赶赶，不想干没喝一样。女人也是，妹妹给你疏通道，杀菌消炎，对那个妇科更牛逼更好，然后欢迎
大家来咱的石花店里光临会晤。哇，躲躲躲，冰凌的小手钻进耳朵里，咚咚咚咚咚，整得你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别人玩弄你的耳朵不？嗯，我还找妞台，还找妞台，比较温柔。他这个冰凌的小手，他的手不大，然后还让就狗给我咬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一个洗耳朵的一个手法。一般的时候在这里都是晚上喝的酒，第二天醒来晕晕沉沉的，然后你就可以摸到足疗店里来，然后洗按摩膜，然后他这个窗帘，我现在是给你录视频呢，这窗帘没有拉上，这都是独立空间的，有这个窗帘的啊，然后可以窗帘拉上，一个独立空间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给你按完之后舒舒服服的安安静睡上一觉。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可以去公园，不热的时候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晚上就可以继续喝，继续去泡妹聊妹，喝着黄酒就是嗨。记得台湾的一辆手机，只要手机淘宝，手机淘宝啊什么，然后海运集运，淘宝官方物流海运集运，然后现在活动还一直在继续。给加油，你这是帮买两瓶送一盒鹿鞭膏，鹿鞭膏就是相当狠的，补气补血补肾壮下边。哦，最主要修复海绵体，很快修复海绵体最主要是，就是说我年轻时候多了，他这个只能越来随着年龄增长，你老二越来越老化，还得保养嘛，啊，他不可能越来越狠越来越棒，所以男人嘛，该补的补，啊，男人活着就为了那点鸡巴事儿，啊。要不是为了什么，你们说保我回来为了那点儿那么点事儿，现在洗脸用着小手滑滑嫩嫩的，在你脸上打上泡沫，然后冲来冲去的很舒服。嗯，挺好。兄弟们，活动又开始了，活动又开始了，两瓶光酒送一盒鹿鞭膏，一盒25粒啊，截止为5月1号截止日期啊，一盒25粒，一盒25粒啊，给你们看看，这是鹿鞭膏。然后国内的啊，国内的就是中国的，中国的就不给你放盒子，这盒子征用，因为我这个酒，因为把酒放在盒子里边给东南亚人用了，因为东南亚国外的发酒有的发不过去啊，酒水的禁止邮寄，然后我放在盒子里边，盒子就给他们征用了啊，然后国外的有盒子，国内就没有盒子了啊。然后这膏真正的好，兄弟们啊，直接这么吃就行，
啊，鹿乃编钟之王，一锅37根编，26位配方，市面上最好的糕。所有下单的我都会收出，客服都会把这个我的微信发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亲自跟我聊天，然后你扒了朋友圈，你看看啊，做了好几年了，一直我们中国都在做的，给大家试吃。一盒现在卖208，我们国内是卖368，直接嚼完之后吃点水果就可以了。然后另外记住找9个的淘宝店铺给你们看看啊。每天2粒，早粒晚粒，一定要记住，每天2粒，早粒晚粒啊！我老婆还在这化妆呢，我们准备出去。痛，然后吃点水，吃点水果啥的，完事之后，然后给你们看看9个淘宝店铺怎么搜索，还有不知道的呢，直接点开手机淘宝。然后搜索在这搜索九哥财神酒，9个财神酒啊，能看清吧，然后点搜索，搜索之后然后点击有天猫店铺，点击店铺，然后第一个就是我288啊，这里也有路边糕啊，有路边糕，还有很多人问我翻译器啊，9.9成新的啊，收的货不喜欢可以退，1200一台啊，1200一台。然后在这里随便点哪个链接都可以了啊，路边糕也可以单独下单，路边糕是5盒一周期，5盒是980，1盒是208啊，5盒能比以前强，时间硬度能比以前强40%啊，然后你们就关注九哥的店铺就可以了。关注之后想下单下单什么就可以了，你们会了吗？